I just finished shower and just laying in my bed. I'm staying at a 6-person female dorm room here. I'm eating this big bread that this lady over there just so kindly gave me. And it only costs 2 RMB for this entire big thing. So it's very affordable here. Incredibly affordable. Şunga bar unçe Kuraydı beş kirem bağım Kuraydı beş kirem bağım Ecep mu yaman iken Küye gotunun dağı Küye gotunun dağı O yulayım Jüregim küydü dayım Kanda kılımız gülayım O This is 刚刚买的一个钥匙扣，咦？然后买了一袋新疆的葡萄干。 这一袋半公斤就3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大饼还没吃完。 Yüreğim güydü dayım, kanda kılımız gülayım. Ne kadar biz在我的这个民宿里面，先把帽子脱掉。Oh my god！ 装逼失败。 就我一个包包，其实别看我行李多，其实我装的东西还蛮少的。
然后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戴的帽子。一只手真的是搞不定这种东西。然后这是卫生间，把灯给开了，哪里啊？哎，总体上还是蛮满意的。哇，这里好热，这是个柜子。然后现在准备休息一下，然后傍晚的时候去那个大巴扎市场逛一下。啊，刚才从我的青年旅社退房了，然后住进了一个在古城里面住进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民宿，然后那个民宿的女主人还借了我一辆自行车，然后现在准备踩那个自行车在古城逛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在古城待了几天了，然后一直都是走路，然后现在就换一种风格，出发啦！今天天气好好哦。好，一边踩自行车一边吃冰淇淋，强烈推荐这种做法。这个是宽面，这个是缸子肉，但看不见里面的肉。你好的当地话叫做Yakshimo，好，我记下来了，我拍视频记下来了，Yakshimo。
我们身上做的灯亮现在在这个什么叫做东西亚市场，中东西亚国际贸易市场，也叫做东巴扎。这里全部都是卖这些民族风情的，这些他们本地人来消费的地方，一个批发市场。是首饰盒，你别弄烂了，别弄烂了。镶嵌的还是铜的？对，偶尔看一下，还不倒。这个是喝水的水杯，我的天，这个是喝水用的。Oh my god! Cheers! 好吗？这个是水杯。东巴扎，这个巴扎实在是太大了，我感觉这个是逛好几天都逛不完的感觉了，有点 overwhelming。
有啥不解释？想做还不行。新疆是一个很热的地方，夏天，但是新疆跟咱们广东的热有点不太一样哈。他们这天比较，他们这边怎么样？比较干燥。然后今天多少度来着？今天30度吧，差不多。对，30度。嗯。然后站在这里就很热，但是站在阴的地方就很凉爽，凉凉站久了甚至有点冷。我们广东那叫湿热，湿热的话，即使在屋内，在阴的地方也是很黏糊糊，很热。这边不一样。他走那条路。那去吧。真正意义上的冰火两重天哈，站在太阳底下被晒死，热死，然后站在阴凉的地方就还冻，对，还冻，还冷。这边有一个彩色的，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亭子，挺好看的。Sensiz ötken günde ot yanıdı kalbimde Yıldızım sen tünde Geceler çüşümde Sensiz ötken günde ot yanıdı kalbimde Yıldızım sen tünde Geceler çüşümde Acel beni kılmışsın cuda Yıldızım aldığında Yıldızlarım aldığında Beni sura, halim sura Acel beni kılmışsın cuda Yıldızım aldığında Yıldızlarım aldığında今天在喀什的最后一天，下午5点的那个飞机就要离开了。现在还有那么1-2小时，我想再看一看这个古城。而且今天有点沙尘暴哦，而且还挺幸运的，我来这里快1个星期了，就我走了这一天就沙尘暴，还是感觉老天还是蛮照顾我的。喀什是一个适合慢慢的旅行的地方，这儿的那个慢节奏真的很舒服。